不是吧？我真的被放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走吧，回学校吧。我想一个人再坐一会儿。你想一个人再坐会儿？装什么装啊？电影都散场了，你觉得人家还会来吗？那或许人家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呢？我想再等等。夏雪，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被人家耍得团团转，觉得自己这样子很深情？走了，回学校。你少管我！你以为我愿意管你那破事儿啊？我要不是看你在那傻站着犯蠢，我心疼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你才蠢！你是我的谁啊？你要管我？我就是傻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愿意蠢，你管不着。行，我管不着。夏雨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。人家如果真的喜欢你的话，会让你在这儿傻等这么长时间吗？就算临时有事情，那总会提前打电话通知你一声。你就是在自作多情。小菊，你听我跟你说。陆十一，我就是自作多情，你管不着。哎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我请你吃火锅，你别走。哎，哎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你别跑，别生气了啊！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！别拉我！我没有拉你啊！你不要生气了，你不要跟着我。我错了，哎呀，刚刚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那么说你的，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别生气了，我……你不是说我犯蠢吗？你不是说我自作多情吗？我现在就去找他问清楚，你别跟着我！哎！